混沌中窜出火光，寻光而去。一只火凤凰破山而出，这凤凰桀骜不羁，在漫长的岁月中积聚了无尽的邪恶之力，祸乱苍生，引起滔天大战，被视为妖兽。天劫，唯有你的生物西才上仙能与之抗衡。他领命与凤凰交战，将凤凰困于百花丛中，借其洁净灵气净化凤凰心中妄念。孰料凤凰再次发狂，打破天魔结界，引发浩劫。危急时刻，西才体面上前与凤凰玉石俱焚。待我赶到时，西才散尽自己最后的修为，挽救了濒死的生灵，并修复了天魔结界。颜月，时至今日今时，你的灵力已经完全恢复，凤凰涅槃危害三界，所以你必须要完成赤日神君的使命，哪怕是为你母后报仇，斩杀凤凰，这便是赤日神君的宿命。父帝，为什么？这些我从来都不知道。因为你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的杀戮，为了让你平静的生活，我尘封了你的记忆。这便是有关凤凰与天界的渊源，我已如实地告诉了你。你的母亲因凤凰而死，又用